Hello， 我是 Rob 刘，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塞维亚，塞维亚，塞维亚呢是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，还有许多漂亮的景点。在我背后呢，就是最重要、最漂亮的一个主教堂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
好，我是 Pablo， 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这个 Sevilla 塞维亚，很漂亮的一个南部的城市，但是呢天气也是相当热，最近呢都是在38、39，甚至呢还会超过40度到41度。在我背后呢就是 Sevilla 呢最重要最漂亮的一个主教堂，当然它还有许多其他漂亮的景点，像西班牙广场、斗牛场、皇宫，还有我们昨天也有去的一个这个传统的市集。希望你会喜欢我所拍的影片，记得按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